茶会，生活品百味，方言小课堂尽在麻辣烫。前几天啊，有个朋友跑过来跟我说，哦豁，你给我介绍那个对象又蹉跎了，然后啊就连连叹气。为啥子呢？这个蹉跎啊，其实就是丢了、断说、莫搞了的意思。就是说啊，他那个对象又跑了，这事也就黄了。清代的刘深深《寄春台》里说，二百娘子几乎把命蹉跎，还无大神吗？在这里这个蹉跎也就是蹉跎，他就不仅是丢掉，还有性命断送的这个意思。其实在四川哈，西北这个词也有失去的意思，但是程度啊就要更严重一点了。如果说蹉跎是损失惨重，那西北基本上就是一无所有了。像在麻将桌上哈，你是不是经常听到有人说，哎呀，我这一盘又蹉跎了，意思就是又输了。那如果说的是，哎哟，今天盘我好凶哦，把我都洗白了，那意思就是输光了，输惨了。哎呀，别，咋个越说越晦气了。好了，那凤姐啊，就在这儿要祝愿大家工作对象都不蹉跎，这样啊，生活才能红红火火。今天是个啥子特别的日子吧？你猜。你的生日。过了。我的生日。还没到。哦，我晓得，结婚纪念日。哎，不是的嘛。哎呀，怕哥，啥子日子？亲一下我，就跟你说。嗯。哎呀，反正啊，今天肯定要送啥子惊喜给我。哦，我晓得了。是不是我的生日要来了？你想提前送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给我？今天啊，停电日。嘿，陈天官，你喜欢老婆子？嘿，你以为我真的喜欢这个折腾啊？我没得那么瓜。你又在耍我？不管，反正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。你总要有些啥子表示噻？那可是肯定的。哎呀，我不要精神奖励哈，我要物质刺激。干嘛？那个手机用了好多年了，哎呀，屏幕也花了，那个字又小，我眼睛看都看不到。人家好多都说呀，凤姐，你早就该换个手机了。大哥，给我换个手机。凤妹儿，你放心，等到。生哦，啥子？这个啥子？放大镜。你把它放到手机的屏幕高头。哦哟，你看字好大哦。这样以后你看啥子都清清楚楚的嘛。你看巴适不巴适？耶，陈建宽。这个就是你给我的惊喜，哎，你的惊喜就这个样子的嗦。哎，我好久说我要给你惊喜哦。陈建官，你现在真的是一毛不怕，哎，我还以为你给我买个手机，结果你拿个放大镜，我在外头累死累活的，回来你还这个样子洗刷我，哎，一点没说把我都高兴，竟然惹我生气。不要气，不要气，不怕天不怕地，就怕部门生我的气。伤心伤身伤感情，凤妹儿，你喜欢听好听的，我就跟你说好听的嘛啊。反正这么多年啊，你净给我打些空头支票，哎，当时呢把我说的心花怒放的，哎呀，脸都笑烂了，结果呢从来没兑过现，对嘛？反正今天你把我惹多了，必须说好听的，把我逗高兴，说好听的。那我就说了。说啊。只是说嘛。嗯，那我就敞开说了。说噻。好，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：首先带你去逛商场，只买贵的，不买好的，想买好多就买好多。
对了，我还带你去旅游，带你到香港、泰国，还有马尔代。带啥子？带夫。咋个不带妻呢？哎呀，不要讲啥，我还给你买汽车，你要啥子汽车，我就给你买啥子汽车。哦，我还要买根项链，人家说我的皮肤白，戴项链好看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项链，我还给你买个大字板上的出来项链，我然后高头挂一个果子蛋，非重八重的，戴到你肩膀上，你砰砰一下摘到水后头，首先沉底的就是你的颈项。有点效果了。这么快就有效果了？那当然啊。效果啊，就在这儿。啥子在那儿哦？亲爱的陈钱罐同志，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啊，我都把它录到手机头了，有凭有据。哎，这样子你娃搬都搬不脱。啥子？我一下子就觉得瞌睡兮兮的了，我去睡觉去了。站住！找哪个？哦，对了，这儿是凤姐龙家了，啥事情？哦，对了对了，哎，你这个电话你打得合适，简直是姜子牙的婆娘姜合适。刚才我收碗的时候就看到了有个东西。哎，等着，那个就是装的啥子？哎，对了对了，坠子，啥子样子了？嘿嘿嘿，没事，有我大嘴拿出。哎，哎，那你好久来拿了？啥子？你要出差？哎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要是整掉了咋个办哦？好嘛好嘛，那你回来的时候我亲自交给你。不要谢，不要谢，没得事啊。好。总裁来了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咋个了？这一会儿才送起来。哎，都记了的嘛。记了，记了，记了。好好，那我一会儿签字来帮我办哈。大哥，我上班去了。哎，我拿点零钱走。这里个人靠衣装，美靠钱哈。这回这个宝气啊，出大血。哎，王妈。大哥，哎，我上班去了。哎哎哎，把眼睛闭到。啊，闭眼睛，抓住。拜拜。今天抓子还笨儿了，哎，好笑死！早，早，凤姐。
体，我要接你来龙门阵啊，你迟到不来的哟。哎，好了哈，好，哎，有事情办公室见啊，办公室见啊。好，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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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菠萝菠萝蜜，菠萝菠萝蜜，带我去，带我去。张总，你咋在这儿嘞？我在这儿等着你好久了。哎呀呀，对不起哈，对不起。遇到啥子事了？那么高兴？来来来，是这个样子的。你隔会儿啊，把目前的这个库存报告给我拿过来。有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老总啊，指定要我们的303去吃烤。哦，对的。他们啊，需求量有点大，现在呢，我们库存有点紧张。哦，不过在二级市场啊，把所有的货调回来，还是能够保证的。哦，隔会儿啊，你把库存报告单拿过来，看了过后，我们再商量。我凤姐，你带的啥子行李哦？咋个那么散呢？谢谢张总。蔡龙。哎。人家的购物车又满了，你看你，啥子事情都离不开我。这个事情我来解决，你去浇花去。你说的是真的呀？哎呀，包在我身上。你不要找下头哈，东西有点多。哎，没得问题，本事给你解决了。蔡龙，你太好了。哎。小客是嘛。好了，我已经把购物车全部给你清空了。真的呀？啊，你太好了，拿着。啊，我要去耍一下。香水瓶咋都被酸出来了？天才了，我保证不打死你！老婆，原来整理你也不是？哎，啥整理？我翻遍了整个衣柜，居然发现没有一件能穿了。好呀，你这么多衣服，你还没得穿的呀？哎呀，你没听过一句话呀，衣柜衣服千千万，只有新了最好看。你这个是啥子歪理哦？在我眼睛里面，只有不穿最好看。没啥。哎，老公。嗯。我昨天逛街，你猜我看到啥？啥？一个裙子。哎呦，好漂亮啊！就我这长相，啊，就我这气质，就我这身材。不够。该行了。你想跟哪个行就跟哪个行，反正我没得钱了，我真的没得了。这么贵的裙子是我买就买。哎，你太舍得了嘛！
你们中队他们三零三那个效益再好，经不住你这么花噻。你喊你们田三农给你买啊？他？喊他买书、买种子、买化肥，他还跑得飞快。要是给我买衣服、买首饰，他宁愿把他个人的脚打断。还是你中队懂得起。算了吧，你是没看到他掏钱时候那个表情，跟泡了他家祖坟一样。算算，咱不说他们了。哎，我听说过几天他们三零三要搞一个表彰大会，到时候咱作为家属要参加。我穿这个裙子咋样？当然可以了，没得不要不要的。哎，穿起这个裙子溜一圈，就掀起一阵浪潮。中间的老婆一回头，嫦娥贵妃起跳了。哪儿呗？盖盖，哎，凤姐，哎呦，穿的新裙子嗦，哎呀，好漂亮哦。不过啊，今后上再配一根贵重点的饰品啊，就更完美了。啊，凤姐，啊，你啥时候买的项链啊？天哪，好漂亮哦！哎，凤姐，过两天是啥子三零三的表彰大会，你准备带起它惊艳全场哇？飘儿贝呀，人家说你做人要低调。但是啊，把这个代替噻，想不高调都不得行哦。哎呀，要是我们家钟钟肯给我买一根这个项链，我肯定起早贪黑，人老人要把它当皇帝一样供起。凤姐，这项链看起有点贵的样子，你太舍得了嘛。就是啊，凤姐，你咋回事啊？买这么贵的东西，不像你风格呀。哎呀，我哪舍得买这么贵的东西哦。还不是我们帕哥啊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他你看嘛，悄悄咪咪就买回来了，好贵哟，太舍得了。你昨天还装疯逼俏的跟我说不送礼物给我了，搞了半天是想给我个惊喜。凤姐，你们帕哥太懂得起了嘛，可不可以把这项链给我告一下嘛？哎，对对对，让我也试试，我也试试。那怕配好好哦。你看这个东西嘛，你取了又戴，那滴血滴来的，万一滴到中间，哦豁，掉下去了，你说挂花呢，都还没得啥子，万一打烂了，算哪个的嘛？哦哟，至不至于嘛，就是一根项链，就那么紧张吗？就是嘛，你愿意给，我们还未必愿意戴嘞，何况那么大一坨，对不对？是假的哟，假的，哎，片儿呗。你不要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哈，这个是我们帕哥给我买的，他会买假货啊？拿假货喝人这些吗？只有蔡龙这种高智商的人，但怕才想得出来哟。哎，凤姐，你啥子意思嘛？等于是说只有你佩戴真的，我们都只有去戴假的。哎，我没这样子说哈，不过你自己要这样子想呢，我也没得办法。话一说转来，像这种贵重的东西啊，是不是还是把它 hold 不住？哦哟，凤姐，哎，一根项链而已，你真的以为戴上之后就天下无敌、横扫全村妇女了？是，你戴上是好看，我们两个是羡慕是嫉妒，但是我们没有恨呐。说话那么臭，走，飘飘。戴根项链，拽了阔巴来着，就是一副吃不完要不完的样子，真的是蝙蝠身上插鸡毛，算啥子鸟嘛？但是那根项链真的好好看啊！难道我长得不如他吗？咱俩戴起来肯定比他好看。不行，不假。这次无论如何要从春风身上榨点油出来。对，回家。这次要是买不到这根项链，我是见不到心头恨。阿王，哎，你啥不理我嘞？哎呀，你不要搅嗦，我在算账。停，抬头，好生看哈。今天我是不是很特别？
很特别。哎，你这个也戴个假项链，哎，跟个黑人掉的一模一样哦。哎呀，那个黑人说他那个项链啊，贵得很，是啥子很有名的牌子。哎呀，反正我搞不懂。黑人掉的，好久掉的哦。今天那个黑人打电话来说，喊我给他保管好，到时他来取。哎呀，你看嘛。哎。那个项链咋个不在了？那我挎在这儿，我这里咋的了？真的是客人的啊？是噻，人家是专门定制的，高头还打的有记号。陈天贵，搞了半天这个项链不是你送给我的说，哎。哎，凤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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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卖了这么大一个关子，我还说是你提前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这下子对了。哎，等我带起他在外头也招摇了一大圈，你跟我说不是给我买的，现在盖根儿啊、飘儿呗啊，还有我们303办公室的人都看到了，我还说过两天带起他去参加303的表彰大会，你喊我取下来还给人家，你说我这个脸往哪儿磕？凤妹儿，我好久说过要给你买项链嘛。你是没有说过，但你买得不嘛？凤妹儿，凤妹儿，你看这样要不要得？你那些姐妹同事都晓得了。你要是想得通，你干脆大胆承认算了。你要是想不通，反正那个客人一下又不回来，表彰会的时候你还可以带起洋芋盘，到时候我们就把它还回去。来，说了半天你还是不想给我买，爬开！哎呀，凤儿，你不晓得这个有好贵，好昂贵哦！你要把这个带起在街上一走。准备把炸小土啊，哐一火从你那儿踩下来，他说你受伤了，我还心疼的。还有这么贵的东西，万一整掉了，我们到时候还可以耍等，话不说，搞。陈员外，你现在嘴巴越来越会说，学坏了。哎呀，凤儿，我哪儿坏嘛？说老实话，我心里头只有你。你生日啊，我还准备了礼物，真的。啥礼物？我给你唱歌。唱歌？哎，唱噻，唱。哎。送你送到千里之外，跟你说声拜拜。啥子呀你？哎哎哎哎哎，哎，哎老婆，哎哎，我没得好习惯，我给你。不，你在外面辛苦工作，忙活一整天，这些都是我的分内事，你只管享受就好。哦，哎呀，老婆，我都不晓得太阳从哪边出来了，我分不到东南西北了。不，你不用分辨东南西北，从今天开始啊，我就是你的左膀右臂。你让我往东我就往东，你让我往西我就往西，你说饿了我就让你没戏。我饿了，走吃饭。哎呀，哇，林大爷你看我做了红烧鱼、韭黄肉丝、卤鸭子，还有香菇炒肉。大哥，我从这儿住的有啥不对的地方？你跟我明说，我改，就不要这样对我嘛，我害怕。不，是我改。我今天对自己做出了深刻的反省，我发现我从来没有做到一个妻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，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。你的脾气就是我的福气，你的表情就是我的心情。你说话我鼓掌，带动台下一片响。你吃饭我先上，看看饭菜亮不亮。来，吃。等一下吧。
真的啊？真的啊？真的啊？啊！